想到龙团长竟然来得这么快，人家都还在洗澡呢。公主，外面有位紫爵大人，带着有您徽记的令牌前来求见。这么快，带他来见我吧。是。等等，带他去花月秘境。公主，花月秘境不是您沐浴？好的，公主，我会带他去花月秘境的。罗浩辰，这可是你自投罗网的，怪不得我了。难怪公主之前没答应阿宝殿下，也只有这样宁静的族人才配得上公主殿下吗？紫爵大人，公主在里面等您。月魔宫里居然还有这种静谧优雅的地方。没想到龙团长竟然来得这么快，人家都还在洗澡呢。我也没想到您的身份竟然如此尊贵。公主殿下，跟你合作的是月夜商会的会长，不是月魔神的女儿。龙团长远道而来，不如先放松一下吧。不必了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我们返回联络。龙团长跟别的姑娘也是这样聊天的吗？我早都没洗完了。龙浩辰，就等着我将你的一切拿下吧。还希望公主能快点，毕竟我们赶时间。这里似乎是月魔宫的中心区域，如果仔细观察，也许能够了解月魔宫的整体布局。龙团长，好看吧？嗯，很好看，很好看清整个区域，可以将月魔宫的布局全部记下。转身，真是个有趣的人，他甚至连看我一眼都不看。不想永远留在这里吗？比起那个凶巴巴的彩儿，我才更适合你，因为我能给你更多。